这台车可能观众不知道，它在欧洲以 Skoda 他们家三台修理，最小的 Kamiq 到这台 Karoq 到最大的5+2 Kodiaq， 这台的销量原厂说从2017年到2021年卖了全国50万台。我买车哈，还是看车的时候哈，你光看外形还是有点不准的。